管干啥豆豆？外边钓鱼啦？咦，这边怎么还有小姨夫呀？对呀、啊。哎，这谁装的呀？怎么把这个衣服都装这里面了？还有这个挂衣服的呀？来来，把这拿出来，肯定是你爸爸装的，这个装错了。来来来，我们把它给拿下来组装一下。哎，这个也是洗衣服上面的，来，这个留给你组装好不好？还有包在我身上。好，包在你身上。哎，这个先拿出来，你来组装。校园防雷队。哎，这个也是你的。嗯，好好好，给你，都给你。哎，这还有一个小漏勺，还有一个小勺子。还缺什么吗？不缺。不缺啦。这是什么？这鱼竿儿。给鱼钩，给它鱼钩。哎，小鱼先放在这里，还没有加水呢。啊，对对对。哎，你看这里有两个，一个漏勺，还有一个小勺子，哪个呀？要这个呀？这个，那我就要这个好不好？来，咱们给它加上水。还有这个，我们捞鱼啊？不捞鱼，我们钓鱼。嘿，这是老大。来，咱们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。来吧，豆豆，我们把小鱼放进去。先放一个小鱼，咕咚跳进去喽。再来放一条小鱼，咕咚下去喽。看，还有呢，再放一条小鱼。哇，看看这是三只可爱的小鸭子，来，通通啊都给它放进去，再来放一只，一共是几只啊？一共是一二三六只，一共是六只是吗？啊、来，我们来钓鱼吧，谁钓的多谁，看看谁钓的多啊！来，我来钓鱼喽。哎呀，我们这开关今天不是太好用，今天哈还得用手把着。哇，豆豆，你看我钓到了一条小鱼，钓两了啊！你给我留点儿，你给我留点儿，哎，又钓一条，哎哎，这条是我的，这条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不要和我抢，哼，都给我抢走了，我就钓到了两条，你就不能给我多留两个呀，小坏蛋！哎，这个溜勺是干什么的呀？哇，是这么玩的呀？欢迎来到水上钓鱼乐园，好不好玩啊宝贝？好玩。